宰相哭鲁信，受枯竭令行抹香。第28日，居独始望。久问马太夫银司务长陕西一节，余汉夫银市长西一节，以及司鸠长十九节到22节。夜宿居独始望，但不向世上软弱衰败的绝望。他的绝望成分是犹太宗教领袖在毕拉多面前对他最严重而极具争议的指控。奇怪的是，耶稣没有否认这称号。请问，马太福音27章14节，马可福音15章32节，约翰福音1章49节，以及12章13节，记载耶稣是以色列的王。马太福音2章2节、27章11节、29节、37节，以及马可福音15章2节、9节、12节、18节、26节，路加福音23章3节、37节、38节，以及约翰福音18章33节、39节、19章3节、19节和21节。记载他是犹太人的王。马太福音21章5节，路加福音23章2节，约翰福音6章15节，18章37节，19章12节，以及15节，记载他是王。路加福音19章38节，记载奉主命来的王。那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王？他为何不愿做世上的王？他何时官至，又将会如何官至？第一，耶稣基督是全权的君王。Jesus Christ is a sovereign king。请问，约翰福音19章19到22节，毕拉多又用拍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毕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毕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毕拉多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并非新鲜事儿，也不是出于真诚。早于30多年前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博士就已尊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在马太福音2章2节，耶稣是王，非因毕拉多和东方博士这样说，或门徒这样承认。耶稣生下来就犹太人的王，不像一些以色列的王。被先知高立，例如扫罗和大卫。耶稣是自己选立为王的，拒绝人立他为王。他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他的主权和国度不限于自己的宗族，更延展至全世界。他是全地的王，诗篇47节7节，和万国的王，耶利米书4章7节。耶稣的王权独一无二。他没有赴贵族的宴席与他们吃喝打交道，却选择毫不起眼的服侍，医治病人，关心穷人，扶助软弱的人。第二，耶稣基督是牧人性君王，Jesus Christ is a shepherd king。请问，约翰福音4章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君王耶稣给予他子民最大的礼物，就是以自己的尊荣生命来交换他们凡俗生命。为此，他受轻蔑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可能有君王愿意为子民舍命，但从没有君王为这个目的而设立。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4章11节。希伯来书13章20节记载，他也是群羊的大牧人。彼得前书2章25节记载，
它是灵魂的牧人监督。耶稣是不一样的君王，不像外邦君王。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官他们的称为安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这里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做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做席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见路加福音22章25到27节，牧人性君王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皇宫，就选择谦卑地住在拿撒勒这个不足300人的小村庄。他关心人的灵魂救赎和永恒归属。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罪人，赦免他们，使他们与神和好。世上的钱财其实只是愚昧人追求的产业。牧人性君王的国度才是有永恒价值的产业，值得投资，保证有回报。第三，耶稣基督是至尊的君王，Jesus Christ is the supreme king。经文马太福音15章31节，神的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基督总有一天再来，荣耀的王必在他荣耀里统治一切。见诗篇24篇8章4节。在那日，人人都会承认他是永世的君王。提摩太前书1章17节，万世之王。启示录15章3节，他带来的是稳固、坚定。不能震动的国，希伯来书12章28节。当耶稣再来，他不再是受苦的君王，而是得胜的君王。他不再温柔的骑着驴驹，马太福音21章5节，而是骑在白马上，启示录19章11节。带着能力，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4章30节，26章64节。马可福音13章26节，启示录1章7节。应时默想，我们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王？他既曾在肉身受苦，那么我们进入他的国就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但我们是否恒切忍耐，等候这位天上的君王荣耀回来？是否准备好迎接他？带上苦路行。作者：叶福成。